你要放我先，不录，人类不是流出来，是吞下去哦，哈，吞下去，来，不录一下。人类，你吞了没？还是你已经吞了？我没看到，嗯，偷偷已经吞好了，是不是？那再吃一根，老嘴巴张开，我看看啊。你没有吞，你看你都是口水，嗯。这边倒一下，咕噜一下，喉咙倒一下。奶奶，快点呢！我们试完来吃香蕉了，哈、哦！哎、欸，想吃香蕉哈、哦？你们准备的食物有合理的意哈、哦？好，来用力吞，咕噜一下。你要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很酸吗？啊？很酸是不是？不是哦，那是什么？很难吞是不是？嗯，很难吞是不是？我要吞的。奶奶是不是剪头发？对呀、啊，对哈，我就想说不一样。我刚刚问他，他也没有说。因为他的那个头上。奶奶剪头发了。那、嗯、头上有头皮屑，他们就把它剪短一点，比较容易清理那个头皮屑。是哈，奶奶你剪头发嘞，有没有？摸摸看你的头发，不一样的。哎，头发，对呀、啊，不一样嘞，剪头发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对呀、啊，头发不一样了。哦，头发不一样了，那头发不一样也要换个那个啦，对不对？也要变厉害啦，哈、哦！来啦，再一根来啊！啊，要快一点，最后一根来吃香蕉了，啊，太冰你不喜欢了，怎么了？我总爱咬舌头，怎么了？啊？哎、欸，动一动，嗯，好，来吞，奶奶吞口水啊，咕噜一下，不是流出来，啊吞了，来咕噜，这边动一下，我一直想带他去看中医做针灸，把他，嗯，因为针灸好像可以把。让他们吞咽，那好，但是我一直没有行动。来吞一下，嗯，对，对，就是你，就是这位奶奶，奶奶就是你，是你吞了，不是我们吞了，啊、哦，我们也都会吞，这样，用力吞，咕噜一下，用力吞，舌头动一动，然后吞口水。奶奶，我们快睡着了，你有没有吞？你有没有吞？有吞了吗？那我们来吃香蕉了，好不好？吃香蕉了，哈。这个是什么？稀饭吗？那个是优酪乳。优酪乳哦。原味的，他们告诉我他不太喜欢吃原味的。哦哦哦，不然去吃饭。
来来，我先喝优乐乳好不好？酸酸的。一点点哦，哈，来试试看啊。嗯，好。你喜欢吗？嗯，你喜欢吗？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摇摇头。你不喜欢？不喜欢摇摇头。还可以啦，是吗？可以还是不行？阿姨不表态就是我决定了哦。嗯，好吗？可以哦 ，OK 哦 ，OK 吗？你很怕冰哈，很怕冰哈，很怕冰，好好快，可以哈 ，OK 哦，哦好。不好意思。喂，袁志扬，你好。稍等一下，他在另外一间哦，稍等。